以后签名会就只有十个人可以来，因为要签签很久。嗨，大家好，我是蔡依林，今天我是小画家。有因好久不见，大家都很好奇最近在做什么。其实刚刚有偷跑，对，怕画不完。我最近就在编给两批的围巾，这样。就蓝色的毛线啊，然后这是我做钩针的样子，因为要钩成这样，它就是一个围脖的感觉。那我们进入第二组。哎，还没画完呢。最近被他们两个萌到的瞬间，就是他们有时候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就会都靠在一起睡。那有没有觉得他们做什么？就乱大便啊，要不然就是，然后那个我家社长常常会一听到吉他的声音，他就会一直吠，就这样靠在一起睡觉。我很喜欢这样子摇那个社长，然后跟他唱歌这样。为什么这么可爱？然后会这样子咬他，因为他很小只嘛。但因为大只的我就是会就是捏他屁股，他喜欢人家捏他屁股，跟他追赶跑跳这样子。好奇最近有追什么样的戏，或是最近最想见的偶像是谁？对，这也太简单了，我都不用画，就写剧名就好像。2521，对，我很喜欢，因为我以观众来看，很像是看我们小时候怎么这么愚笨的东西却玩得这么开心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都遗忘了，然后我就哭了。每天必做的事情，每天必做的事情，每天一定要喝水，然后咖啡啊，然后喝鸡精啊，还有写日记呀，这样把一些自己，比如说学东西的目标啊，跟进程啊，会做一个记录，然后鼓励一下自己，这样。可以跟我分享最近最深的感触？不能讲。最深的感触，我就是会有一个粉红色的小本本，然后那个是我最常重复犯的毛病的，然后要提醒我自己的。喝水，然后喝纸巾跟日记。下一个就是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最喜欢吃的东西，最常点的应该就是，我想一下，发现好像蛮擅长画那个方形的，因为我脑海中都是方形的啊。哦，有啊，五五的都是我简单准备的东西。他们，你说我要画他们东西吗？他们东西是便当盒，是方形，没错。这是错的。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对。饺子，这样。印象深刻的。对，然后我就做了这个，这样，然后。是一个犯罪现场。可以跟我们公布答案。哦，美人计。的那个 Vogue 摔，我那个大概拍到我就很想要生气离开片场。我可能摔的不是很正确，所以常常一直摔到我觉得我的髋骨有点痛。然后他又要一瞬间又要穿高跟鞋，高跟鞋没画，高跟鞋。为什么笑？我觉得有明白吧。就是
大酒店，有没有记得上一次跟管管在 L 访问的说你的梦想，开玩笑说想要左手？可以那个啊，两手一起吃东西、切菜。左手切菜哦，左手切菜啊，没是还没练。但是我们今天的挑战是，请你用左手写一个 L， 然后加上你的签名。这会不会太简单？可以下一页。L 啊，是吗？对。那开始拼错。变 A 嘛，对。L， 然后签名。这会不会太简单？这就难了。天哪，这是签名！等一下，我再签一次。以后签名会就只有十个人可以来，因为要签很久。就是我应该粉丝都没了吧？这两三年的期间，希望大家都健康。然后当你非常健康的时候，我们再相遇。然后希望可以带来更多的欢乐给大家。跟你很低吗？我跳舞不可能穿很高啊，对啦。